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欢迎！哦，哇哦，开了吗？这个，可以用这个，声音好大。Hello， 大家晚上好。哇哦，我听那个小伙伴们在线下欢呼一下，因为他们都已经刷起来了。嗯，大家都在底下欢呼呢，啊，我就是直接帮大家上了啊。我这个衣服还蛮显人蛮长的。腿好长的，腿在这里，腿超长。对，哦，嗯，然后今天我们整体呢是一个老友的茶话会，因为赵雷也是我们 DBL 的老朋友了，然后今天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聊聊天，也相当于是给我们DBL 的 Honeyman 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福利，然后 Honeyman 可以在弹幕中留下你们对本次新品。就是折扣吗？哈哈哈哈哈！你来了，也会有福袋，有福袋。对，对，可以坐下聊，坐下聊。嗯，这样会显得不然显得他有点压力有点大。我习惯了。可以喝点水，然后聊聊天。嗯、对，这边给你准备了水和水果。好的。然后哈尼们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底下打出就是对我们本次新品的一个看法，然后和问题，然后我们随时都会。挑选这个弹幕，然后及时回复啊。然后今天磊磊穿的是我们十一月的新品的卫衣套装，让磊磊替我们分享一下这款衣服吧。首先啊，我是第一次穿啊，这是你们刚上的吗？对，这是我们十一月新品。哦，我刚穿，然后、我之前都会买这种材质的，冬天会买这种衣服，因为它里面是那个。有点加绒，那个加绒的嘛，嗯，然后我之前都会买这种，首先就是因为，嗯，有的时候不想穿太厚，嗯，然后里面穿个秋衣，外面穿一个这个、秋衣，对，就很舒服，而且冬天的话就比较保暖，嗯，对，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比如说想要让自己不要太臃肿，但是又要好看又要显瘦，嗯的话，嗯、有的人他不太想去选择一些比较厚重的衣服堆在身上嘛，对，然后呢，但是呢，只穿一两件呢，可能太冷了。嗯、所以我之前都会买一些就是里面加绒的一些卫衣穿到里面，因为这个加绒的卫衣贴肤就特别的舒服，是不是？对，就很舒服。嗯、其实如果是就是不是在北京的话，嗯，如果是在南方城市，嗯，比如说我在上海啊之类的，嗯、就里面其实不用穿秋衣，单穿就可以，单穿反而更舒服一些。对，因为它贴肤，我们这一次里面加绒的贴肤的程度，然后特别高，嗯、就是舒适感特别强。主要这个颜色很显白，我刚才让他们说真的是好好看，然后评论区底下也是刷的都很多，连这一套有人说我穿老汉背心，我没有，我穿的是黑色的秋衣。好吧，秋衣说到秋衣好像多少、但是大家就是要注意保暖嘛，因为今年冬天确实很冷哈、然后这套卫衣呢，就是我们十一月的新品嘛，主要是这个墨绿色，其实特别的适合这个秋冬的季节、其实我跟你们说实话，嗯、之前就是比如说我去什么活动啊，或者说去表演的时候，人家问我你忌讳什么颜色，嗯，我一般都是说，只要不是绿色，不要是墨绿色都可以。是吗？但是今天我穿的这个感觉，嗯。其实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对，因为我之前我粉丝就团子就经常说什么，嗯，说我只穿黑白灰嘛，包括我之前也经常说我的衣柜里只有黑白灰，但其实，嗯，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们会送我一些你们的衣服，嗯，然后呢、嗯，每次我都会穿嘛，对，因为每次你们的衣服的风格其实不是我平时自己会去买穿的哦，但是尝试了，但是尝试之后发现以后可以多送我一些。十一月新品先安排一套。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墨绿色啊，其实秋冬的时候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棕色，然后墨绿色，然后或者是这种姜黄色，就是其实是很带这种温暖感的。其实对我们这一次的设计理念呢，会相对于说我们在秋冬的色系里面去选择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厚重颜色，就是在我们秋冬会显得人比较温暖，对，比较温暖，暖男暖女是吧？对，暖男。然后里面又是加绒的，真的是非常的，就怎么说，既保暖又好看，而且这种套装的类型，就是套装也很好搭配，对吧？就不用费心再去搭配它。就我之前穿衣服也是这个逻辑。就是如果我看到一个套装很好看，我绝对不会只买上衣或者只买裤子，你就会一套都买。买完之后，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比如说穿上这一套，然后你外面再穿一个大衣，或者说长款的那种，因为我比较喜欢买长的大衣，然后这样子的话，
你整个的搭配就不会显得很奇怪，但是又很暖和，嗯、然后又有层层叠叠的感觉。对，而且进到室内的话，感觉要是把大衣一脱掉，然后单穿里面一个套装，也感觉、嗯、哎，里面单穿也是很好看 的，嗯，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我们今天呢，今天我们除了这一套的是的，直播间里面肯定又刷起来了，都会肯定说超级好看，非常非常帅。然后我们这一次的呢，用的是高蛋白的这个皮优的皮面料，嗯，然后手感就是特别的柔软。这个衣服其实我还是做的，对，这个皮衣呢、嗯，其实也不是我平时喜欢买的，是吗？对，其实我在你们这边之前尝试了很多。DBL 就是当时丹妮姐她刚说要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嗯，其实我还不太知道你们到底是做什么样的风格。哦。然后再加上前面几季之前我们有来这个地方做我们的演出的衣服，嗯，然后那个时候就看了一下当时的，应该是今年的春季的那个品类，明白。然后那个时候走的其实也是比较机能的风格。对，然后到现在就开始做复古嘛。嗯、其实我觉得、嗯，很多衣服可能不是我自己比较喜欢那种，高阶。哦，理解。嗯、然后呢，但是我后面慢慢开始试了，就是 DBL 的很多的不同的衣服之后，发现、嗯、好像也挺好看，也蛮好看的。是的。对，其实比较、嗯、可能更加适合就是每个人都能穿、嗯，每个人都可以穿出自己想要的感觉。对，其实你看我们的所有的设计，比如说卫衣啊或者是皮衣啊，其实相对来说真的是适合每一个人的，而且是每个人衣橱里面必备的款式。比如说卫衣，大家到秋冬的时候嘛，就是既好穿然后也可以很潮，因为我们家所有的服装都是男女同款。嗯，其实女生也可以选择，然后比如说穿一个大大的卫衣，然后可以直接穿一个靴子，也特别特别好看。然后这一件皮衣呢，这件皮衣它本身是一个高蛋白的皮优的面料，所以说它不像我们正常，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去选择一些皮衣，它可能特别的硬挺啊，或者是会让人上身不太舒服。我们这一件是穿着它是软的，特别软，嗯，就完全不会有箍人的感觉，是不是？嗯，除了我里面，其实除了这件衣服可能，嗯，现在有点紧，现在有点紧，可能比较小，对对对，嗯，有点小。但是如果是正常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搭一个。这个更大一点的外套，嗯，它这个应该是 L， 这个应该是有可能是 M 码，对，M 码，是 M 码，因为我们现在如果里面穿这个其实蛮舒服、嗯、蛮厚的，如果外面要再穿一个的话，一定要买一个比这个要再大一码的衣服，对，就是大一码或者大两码都是 OK 的，对对对对，这样子的话比较、自己比较舒服，然后整个的你要阔嘛，对，皮衣就是要阔嘛，要有肩，有肩型才会更好看，对对对，嗯。我们这个弹幕底下有人说这套好酷，奇迹蕾蕾是什么？对，大家怎么都开始穿上奇迹蕾蕾了？嗯，有人说男主播卖吧，是吗？可以抽一下那个问题啊，抽问题。对，然后蕾蕾可以抽一下我们，对，这个都是我们在微博里面有跟大家做征集的一些问题，我可以帮你拿。好的，嗯，日常。时尚穿搭，其实我觉得时尚就是在我的概念当中，时尚其实是与时俱进，而且根据你自己的，就是首先就是你自己的喜好，对，然后结合自己的喜好，然后你想要选择你自己觉得自己穿什么样子比较好看的，其实我觉得时尚就是首先你要自信嘛，然后你要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你肯定是自信的，对，然后呢你要要舒适度也要高，对，首先舒适度，嗯，然后好看，对，然后自己喜欢，对，是的，因为你可能在每一个阶段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同喜欢的衣服，是的，对，因为我之前在20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喜欢穿、穿那种就是短裤加 legging， 哦，那个时候就运动了，嗯，有点冬天还会那样穿，我那个时候，那不冷吗？不穿秋裤，那个时候就是好看，为了好看嘛，嗯，对，然后到现在，可能我就喜欢尝试很多不同的风格类型，嗯，这一套不会只仅限于某一个风格，嗯，但是这一套真的穿起来很好看，这一套我觉得，这一套我觉得很舒适，很舒服，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季节，然后搭上。
搭这一套衣服的话，我觉得出门应该还蛮不错的。对，就是它既可以比如说出门穿，而且它适应很多场合，然后很多之前的我们的哈尼们，因为我们的粉丝就是我们的哈尼们就会说，对我们的粉丝哈尼是哈尼就是我们粉丝的统称的名字。嗯，对，就是我们 DBL 的这个品牌的一些喜欢我们的朋友就叫哈尼。嗯，然后很多朋友说啊，这个衣服会不会不太适合比如说日常穿或者是工作穿，就会觉得太休闲或者廓形太大。其实大家可以在选择的时候去选择适合你的尺码，比如说你想穿的廓形一点，就像刚才蕾蕾有说到比如说他这皮衣有点可能有点小，那你可以选一个廓形更大的，然后穿着感更大一点，然后更就是更 oversize 一点的都 OK， 就是可以根据你自己本身身材和你的喜好去选择这样的类型。而且我觉得千万不要担心自己穿衣服太夸张。对，因为无论你是在就是早朝九晚五的那种工作制度、还是说你去做别的一些新的一些行业，你自己好看才会让别人对你的感受上是不一样，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每天都很精致的在打扮自己，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一个人。是的，对，就是我觉得穿衣服不仅仅是你自己对自己的满足，也是对于别人的一种尊重。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对，而且好好的穿衣和好好的服装，认真的去做完搭配之后，人真的会变得自信。对，而且我觉得很多衣服不一定是需要你硬搭出来的。对，很多衣服就是你穿着玩穿出来的。对，而且时尚就是这样。对，而且本身设计的，比如说特别像这种套装，然后它本身设计的就舒适感和它的这个风格的强度又已经很足的基础上，你再去直接这样一套，你可能随便去搭一件外套，或者是搭一个不同面料的款式，它就整个的这个型就出来了，就不用特别费心的去搭配。然后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有在说，那磊磊可以再回答我们一个问题吗？可以再抽一个。好的。这个还带口音呢。咱们就是说有机会能介绍一下新专辑背后创作的一些故事啊，灵感呀，制作上的巧思呀，很想听，非常好奇，但我猜你有机会也会自己说的，你这就是给我这个机会。对。这就是强行给我这个机会。新专辑上的巧思，其实我说实话，我今天刚看了 MV， 还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物料，我自己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哦，对，这个其实因为我自己整个在参与制作的过程当中，从准备到整个成品出来，唯一的感觉就是很有成就感。然后至于有多少的惊喜，我觉得需要不同的人看。明白，不同的人去感受。然后就像做衣服一样，你做完之后有多少的人会喜欢，有多少人会接受，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你们来告诉我这个答案的。所以惊喜对我来说可能是惊喜，对你们来说可能很多人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觉得没那么惊喜，所以我觉得最后出来这个结果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的成长，这就是我觉得在专辑里面是最大的惊喜。是的，是这样的。那我相信肯定磊磊也把自己想要表达的都表达出来了，然后就想要听到你们的反馈了。然后专辑上链接啊，专辑上链接，专辑快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马上就可以上链接了。大家可以先点点这个左下方的小黄车，看看我们的链接里面有没有，大家可以先去点一点。什么？大家都在求放链接。可以点吧。可以的。可以。奶奶可以先吃点水果，你渴不渴？我刚吃完。说话，口干不干？如果一份热的，没点。我可以单穿，也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件衣服，要么就是买比这个要大，size 再大一个，对，要大一个，或者说单穿这个，里面穿个薄的。对，因为我们今天的现货，我们这边有的现货就只有 M 码，所以说你们可能这是你们刚做的那个对样品的新款，对，所以说稍微可能会有点小。然后我们这一次呢，就是确实啊，就是我可以再讲一下我们刚才那件皮衣，其实还很推荐女生去穿，因为女生其实穿那个蛮显瘦的。对，因为它其实虽然是
皮衣嘛，但它不紧、嗯、然后它整个的版型其实都在你的骨架、对骨架和就是在你的肉之外，对，你懂这个意思吗？它不是那种贴身的，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可以把你的中间这一段、嗯、比如说手臂啊然后腰这个地方它是收起来，是的，而且它本身是一个长的廓形嘛，所以说其实女生穿，现在女生很多都很喜欢那种宽肩的、嗯、宽肩的和这种西装的款式，其实是因为女生穿起来这种皮衣的类型会让整个人的那个气场和力量感更强。 嗯， 嗯，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其实可能在以前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西装是男士的单品，但是呢现在的女士来说女生来说完全可以hold住很多这种比如说硬的面料去变成这种西装的款式、嗯、然后再加上这种就是搭起来会有一种很酷很时髦，所以现在衣服都不分男女，都是就是通的、嗯、大家都可以穿。对，就像我们家的所有的衣服都是男女同款，就是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穿的。对、嗯、然后这款衣服还有三个配色，还有一个紫色和黑色，找这个还是那个皮，就是你的这个、啊、这个卫衣还会有三个配色。对，然后这一套套装就是磊磊穿的这一套套装，因为现在穿的是墨绿色嘛，我们还有纯黑色的一套，然后还有绿色紫色的单件上衣。对、是没有内裤的。没有紫色、那个上紫色的那个是没有裤子的。对，是单独的，是单独的卫衣、因为紫色那套比较亮嘛，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也是啊，对，就是不好搭呀、啊、你知道吧，就是那种不太好搭。如果要是裤子也是紫色的话，我们这个也考虑到时穿性。嗯，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可能下面适合穿一个就是米白色的那种，对，破腿裤。对，因为这个紫色，如果你穿一整套的话，相对来说没有，你知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黑色或者是绿色的好搭。所以说这一套紫色呢，我们就只做了上衣啊，卫衣的上衣，然后，蛋蛋你穿肯定也超好看，超白，蛋蛋好白。哎，我发现你们做的衣服都很显白，就是、之前那个。那个红色就是那个、是枣红吗？啊，对，就是、有点那个、如虎添翼，我穿那个如虎添翼卫衣，好好看，那个因为那个翅膀嘛。啊，对，就我们这一次的图案嘛，这如虎添翼，如虎添翼，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引用了这种复古的一个感觉嘛。那我们这个所有的服装的元素里面呢，也是带了很多这种复古的一个设计，就比如说鸽子啊，然后或者我们的就是你看像蕾蕾穿的这套上面就有一种复古的汽车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上面的花字印的都是这种渐变色，其实这都是70年代复古的朋克元素。对，然后还有那个时期，包括比如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喇叭裤，就是也都是那个复古年代的这个元素在。OK， 蕾蕾可以吃点水果。我们今天就是你是不是觉得尴尬让我吃水果？那你说吧，吃水果聊聊天，喝喝水。对，我们不要太那个什么，因为现在就是给大家推荐嘛，就是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这一次所有的新品，然后也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今天蕾蕾能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肯定也超级的开心。我看现在大家都在评论底下在刷。我看啊，好真实的那一次。评论区里面还有说我不饿。没有，因为我其实很怕，就是讲话讲一半就安静了。没事，我们不安静，我们也是说。我们没事，不会。我看有小伙伴们是想试试紫色，紫色的话我们一会儿会上身穿，会有我们的还有我或者我们其他的主播小姐姐也会上身穿的。对，然后也会给大家展示到这个紫色的一个。你们好奇的话你们先买回去穿。买回去穿看看。对。好给力，大家现在已经疯狂加购了吧。正好可以提示一下，然后在右下角我们链接可以购买。对，我们现在的这个紫色的卫衣，然后在我们的左下角的这个正在讲解中，大家可以从这个链接点进去啊，可以先加购物车。然后我们现在呢是一个全场都是一个9折折扣哈，不是8折吧？八折是我们的限时折扣，我们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在半点的时候会给大家就是还有9分钟，对，会有一个 PK 的环节，然后我们能限时到8折，然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稍等一下下。
然后也知道磊磊前段时间开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嘛，嗯，然后呢，那可以给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清唱一段嘛？这个大家一定非常期待。那一天应该大家都蛮喜欢，嗯，我当那会儿就翻唱了几首，嗯，那个大家喜欢那个，嗯，刻在我心底的，刻在我心底哦。那磊磊是要唱歌了，刚刚说我有点凶，我现在就刻在我心底。我是精神分裂。然后现在听到磊磊要唱歌了，大家都开始啊啊啊，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哇，天呀，我看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已经快疯了，真的好好听啊，真的好好听。就是我这样非常近距离的听，真的感觉哇，清唱干声了，可以的，哇，真的好好听，很绝很绝，好好听，天哪。大家都已经刷起来了，就疯狂的刷，然后大家可以再也顺势的注意一下衣服哈，然后对，大家顺势的可以注意一下，但是我当然也在刚才的歌声里面没有。我今天是来带货的，不要注意我，注意我身上的衣服。我其实也很陶醉，但是还是要稍事提醒一下大家。其实我是第一次就是，直播就是衣服。哦，因为其实我之前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个怎么样去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主要我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买衣服啊，或者说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衣服，一定要首先你自己喜欢，然后你觉得舒服，认为在这个季节是合适的。对，嗯。但是我觉得 DBL 在这个季节，他出的很多的衣服都是很合适的，每一套都合适。说实话，每一套衣服都，嗯，就是大家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实穿，对，实穿这两个字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我之前买衣服的时候就很夸张，就是可能我觉得，哎，这件衣服超好看，嗯，因为我喜欢它的设计，明白，就是它的设计可能很花，嗯，但是我可能穿个一两次，大家就。蕾蕾怎么又穿这件衣服？可能我穿到第二次的时候说啊，蕾蕾又穿这件衣服，是因为它太容易被人记住啊，它太容易被人记住之后，可能花了很多的钱去买一件衣服，就实穿性不强。但是它可能就适合出现在某些场合，明白？就是比如说你要去一个活动或者什么的，嗯，所以之前我有一阵子就是特别喜欢买那种很就是设计感特别强的衣服，特别强。首先我很喜欢，但是不一定实穿，这个是实话。就 是因为 DBL 其实走的就是大家都能穿的这种路线，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他们的衣服。嗯，对，虽然这是我们 Danny 姐姐做的品牌，但是我说的是实话，不是给我们 Danny 姐姐打工。是真的好看又好穿哦，然后性价比又超高。是的，是。嗯，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自己本身，其实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用到的面料，还有我们的设计整体都是非常好的。嗯，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晚上又有一个很大的优惠力度，九折的一个优惠，这我们平时都不太会。因为双十一了，是吧？对，然后我们今天还会有这个限时折扣，是8折。真的是超级划算。然后刚进入直播间的那会儿，小伙伴看可能还领了一个这个开播的福利嘛，就整体算下来的话，真的是大家可能有的小伙伴你都拿到7折的一个折扣了，很划算。而且7折就是有开播福利，它那个是一个现金的券，嗯，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它要是8折折扣，那这样一折算下来就非常非常的划算。嗯，是。然后我们今天重点是，不管是我们这个衣服有价格是如何，重点是它一定要好看呀，对吧？嗯，而且又很实穿。其实像蕾蕾穿的这一套衣服，其实上下分开穿也是 OK 的，是的，是的，是吧？可以的。就比如说，上面的卫衣可以搭一下其他样的裤子，然后只要你的颜色不要太过于冲突，对，就是整体看上去是顺溜的，对，就好了。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 DBL 的品牌就是整一季出的衣服都是这种相近色系，或者是稍有一点对比色，可能我们之后会有这个棕色的呀，然后其实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整套的这个套装都能搭到一起去，很多衣服都是可以一起穿的，放在一起穿完全没问题。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把所有的衣服都买回去，然后今天穿这个衣服当里面的，然后换着来，然后整个冬天就可以够穿了。对，这个双十一买一次，整个冬天就可以过去了，对对对，度过了。对，OK， 那先让我们的换衣服休息一下，然后先让我们的雷休息一下，然后稍后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小伙伴们不着急哈。好，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快要进入我们的半点 PK 的环节了。半点 PK 就是怎么个 PK 法？我们会有两套衣服，比如说我们的卫衣，还有就是卫衣套装和皮衣会有这个 PK， 然后两件衣服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选，你会更喜欢哪一套？选择票数比较多的，我们就会给到一个5分钟的限时八折。5分钟限时八折。对，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可以刷。弹幕上都可以看到。对对。稍等一会儿，主播小姐姐会说 PK 的产品，然后就可以刷弹幕了。是的，对对，可以先稍稍休息一下。好的。辛苦。然后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不要着急啊，蕾蕾。天哪，你的腿长有点儿。我刚刚太长。太长，可以先坐，蕾蕾可以先坐。原来是这样子的，感觉有点蛮可爱的这个。很好看。这套。这个地方也好显那个腰线呢，很显腰线，而且很显比例，就会看着比例更好。本身蕾蕾个子又很高，我刚刚其实也在就是坐在那边偷偷的看，我看大家都在说我怎么还不来，是我换衣服要补妆要调头发的好不好？大家为了认真的对待大家，所以说超级好看。这一套呢，蕾蕾穿的这一套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十一月的新品哈。然后非常欢迎这个蕾蕾回到我们直播间。其实昨天小伙伴们真的是开心的不行，我就看一系列的然后那就蕾蕾也知道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嬉皮狂欢，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欢的复古的音乐吗？其实我之前有一阵子特别迷那个 Queen 那个。皇后乐队。对，皇后乐队嘛，然后他们那个当时的那个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就是他们那个歌，对，然后同名的那个电影，然后我连时看了好几遍。哇哦，对，因为我当时没有经历过，因为我自己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复古年代。对，因为我出生99年的时候出生，那个时候记事儿之后我就没有怎么接触过所谓复古二字。是近两年，就是复古元素开始流行，就是重新流行起来之后，然后我对那个电影，然后对那个时候的歌就比较感兴趣，刚好就出了那个电影，因为那个契机之后呢，我自己就去就是搜了很多他的歌，然后看了他们当时的穿搭，其实也都是喇叭裤，然后包括牛仔，还有衬衫，对，还有那个棕色的一些，对对对，还有皮，就是大部分的都是近两年其实非常流行的这些复古款。是的，是的，尤其是像喇叭裤啊、皮衣啊这种材质，然后在各种款式上面都是跟那个时期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风格和调性是相关的。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就比如说我通过一个。讲述一个时期的一个电影，再去深入去喜欢，然后再去了解它，就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复古风的衣服，对，然后它能让我们就是自己能够，其实很我感觉是非常的奇幻的，就是你穿上那个时候流行的衣服，但是呢，你可能感受上是，我穿的是那个时候的流行的衣服，我感觉我好像回到那个年代。但其实我是在2021年，对，然后大家会觉得，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人的衣服风格很有意思，是的，对，我觉得就是，时尚和流行就是刚好就是一个轮回，对，然后大家现在就很喜欢，然后刚好就是你们这一季也做了复古的元素，对，我觉得，是当下年轻人蛮喜欢的一个，
对，嗯，因为现在我们当下流行的一些，可能那个时期就大家不会穿到内衣，就相当于是我们现代的和复古时期的是一个碰撞的感觉，所以说它既有一些复古元素，但是在我们当下来穿，它又是变成了一种很潮的风格，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我没有小肚子哈，这个是衣服，衣服我里面塞了毛衣。但是这个毛衣，我刚才看了这个裤子，还蛮，对，可以站起来看看，因为我这个肚子上面有个那个，对，我其实我觉得我更喜欢，首先这个其实可以搭很多种，对，然后呢，里面这个毛衣我很喜欢，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正常的那种毛衣很多材质，羊绒。羊毛就是那种羊绒的，对对对，然后我之前有买一件就是羊毛的那个毛衣，不是毛衣吧，它就是很薄的一件白色的衣服，应该大家有印象。那件衣服我为什么我每次穿出来其实我都忍着，忍什么？因为很痒。哦，对，但是很扎，好实在。但是它很薄，就是看起来很舒服，但是它很薄，然后又很透，对，然后呢，又我自己又有点小过敏的那种，但是我每次都为了好看，我就忍着穿。但是这一件就是太好看了，不用，这件完全不扎。我还蛮惊讶的，因为之前我穿过很多毛衣都挺扎的，是吧？因为这是很多人的。对，就毛衣就是有的时候你面料选的不舒服，它因为它是整个都是那种针织的嘛，而且它添加的羊毛它是那种动物纤维，所以它会有那种刺服的感觉。对对，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一款蓝色的雾霾蓝的这个毛衣啊，就是完全不会扎，大家小伙伴们在汉尼们可以购买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啊。我们这个是，然后这个是两个颜色，哎，那个帽子蛮可爱，也可以啊。对，还有这个红色系的帽子和发带，对，可以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交叉着嘛，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搭在一起也可以，对，我觉得也是，对，或者你可以戴帽子试试，戴一套或者戴，哇，好好看，没事，没关系，怎么着，这个中间翻车了吗？哎，这个这一套感觉搭的蛮好看的。大家又开始哈哈 哈了，很好。他这个麦掉地上，你们耳朵没有感觉很震耳欲聋？大家可能就直接这样拿着手机在看吧。我现在特别想去，就是那个黄金矿工，你知道吗？黄金非常的复古，非常的黄金矿工。我现在，但是这也是黄金矿工啊。对，很好看，这条真的好好看。然后这个雾霾蓝，其实我们都是男女同款嘛。大家刚才有看到这个黄色的哈。我再给大家近距离的展示一下，刚才磊磊有提到我们这一季的这件毛衣上身完全不扎，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它上衣呢，它是这种毛茸茸的感觉，我觉得女生应该都会喜欢这种毛茸茸的一个面料吧，因为男生女生都能穿。然后这两个颜色，我给大家近看一下，这两款的毛线都是杂色的，都是这种杂线的，然后呢，还有同色系的发带。红色系的发带和帽子，然后这个设计上面呢，就是比较简约，在我们的这个上面会有一个银标的一个 logo， 就是我们 DBL 的这个数字的 logo， 然后设计的很简单，不会特别夸张，搭在我们这个新款的这个背带裤里面也非常好看。发带是不是很好看？我看大家都很喜欢。有人说我是东北小伙。东北小伙，可能看我穿的太暖了吧。但是就冬天就要穿的比较温暖嘛，因为今年真的各地都在下雪。对，我觉得冬天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先保暖，对，千万不要只要风度不要温度。对，这个是就是曾经十几岁的时候会这么干，现在我也开始，就是我到北京来，我都会提前把秋衣秋裤先准备好，北京太冷了，就是对，北京这段时间真的是非常冷，而现在我们的这样的衣服其实在室外穿的话，现在当下你穿一个打底还有 OK， 过段时间肯定要套外套了。对，现在的话就是单穿也是 OK， 但是毛线帽或者发带啊，都是其实我们秋冬挺必备的。就是头也要保暖嘛，对，特别是耳朵，对，特别热。因为前两天我本来说要骑车去学那个滑雪，结果
结果骑着骑着我的耳朵都快冻掉了而且是在上海不是在北京、给我耳朵都快冻掉了，然后我那会儿就特别希望有一个帽子把我整个头都罩住裹住。对，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帽子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发带或者帽子都 OK。静静展示一下发带。对，这个发带和帽子其实这一点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一次的帽子呢和发带它都是做的这个头围也比较大，是宽松一点的，就它不是那种特别紧绷的那种帽子类型。其实我觉得这个发带它蛮适合的，是那种就是它不是戴在刘海里面。对，它是那种箍在头的外面，箍在外面的一圈，对，箍在头的外面，它宽嘛。对，它这个是宽发带，其实可以制造出来一个高颅顶。哦，是吧？哦，可以把头发就是往里面推一推，推一推，推一推立起来，然后制造一个高颅顶，可以把这个发带箍在外面，而且它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这种，不会让你的头穿着不舒服。这个还蛮舒服。对，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它这个银标设计也非常好。然后蕾蕾穿的裤子现在其实是两个颜色啊，就是这两个，因为是男女同款嘛，这两个颜色大家都可以选，有这个深灰色的，然后还有这个卡其色，然后上面也是设计都是一样的，上面有一个针织的刺绣的一个标识，非常好看。然后这边呢，就这两个颜色，这上面是个人，是一个对。他是趴在这儿的对，非常的悠哉就是既保暖又悠哉，但是大家买这条裤子就是既保暖又悠哉。然后它也是一个阔腿的一个形式，真的是男女同款，男生女生都能穿啊！大家也可以为你的男朋友们准备起来，也可以给自己准备一条，其实这两款都可以，就是穿或者穿都可以。看看，大家我看看朋友，小伙伴们都在说什么？这套是不是超级好看？我们先我毛衣厚嘛，厚嘛。其实我感觉上，不厚，但是很舒服，很暖和。对，就是因为人的体感，就是你出去感受的那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自己穿这件在这里面其实是很温暖，很温暖。对，非常温暖。因为其实这种毛线的或者是这种毛毛的衣服，它会自带温暖感。其实我觉得要那种感觉，就是你既不感受到它的重，就是毛衣服呢，就是要舒服的话，就没有让它感觉穿在你身上只有温暖。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对，因为是冬天嘛。我看有小伙伴们是想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它的这个后面呢是两个口袋，这个裤子的后面是两个口袋，然后它这后面的地方呢也是有一个我们 DBL 的牛皮的一个标识，很简单了，就背后有两个口袋。女生可以按照你自己平时喜欢的尺码去选择，就是平时正常穿什么样的尺码就可以按照我们这个尺码来选，因为我们的码都是非常非常准的。这个毛衣其实穿在我身上，这是什么码？应该是 M 的。M 的。对 M 的是刚好到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它长度是完全足够的，它其实蛮长的。如果是女生的话，我建议就是也可以选择这样，就是买一个这个背带裤，然后把它放在里面，显得你腿很长。如果你要选择那种就是不扎进去的话，如果冬天的话，我觉得可以穿一个到这个地方或这个地方的靴子，然后再穿一个保暖的那种袜子，对，应该是蛮好看的。然后再戴上一个舒服的帽子，就非常的暖和。既暖和又可爱。其实这种大大的衣服，就是女生去穿，就会显得女生是那种娇小可爱的类型啊，就。蕾蕾都已经帮大家安排好了，就真的非常的会搭。因为我在街上经常看见有女生是这么穿，就非常的会搭、就是。对，好专业，大家都说好专业，都帮你们帮大家搭配好了啊。因为其实平时我去上课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同学也会这么穿。因为就是上海现在的温度其实就是十几度，快二十度。你说冷呢也没有很冷，说热呢也不至于热，所以我觉得穿现在这一套，然后或者说穿毛衣穿个靴子，然后就会比较舒服。对，既舒服又好搭，就是直接一个 one piece 的衣服可以当裙子来穿了，很划算。
貌似他们说这是上周的上海，是的，这周上海很冷，这周上海是有点冷。帽子会掉吗？大家不用担心帽子掉啊，帽子不会掉，它没有宽松到那种程度，它只是说针对于我们平时戴的这种毛线帽，它不会特别紧。OK， 大家可以，我们现在磊磊穿的这套衣服在我们的这个链接的现在正在讲解中啊，然后大家有喜欢的可以点进去看看细节。24号链接，然后现在在我们的左下角的这个讲解正在讲解中。讲解中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衣服是对链接弹出来的。是这样的。然后磊磊可以再抽一个问题吗？我看直播间的小伙伴们都互动，哈尼们互动的非常欢乐，再给大家抽一个问题。Let me see see。想问问磊哥平时怎样放松自己？放松自己，这个大家应该很好，买自己喜欢的衣服。被 Q 到了吗？之后喊你们被 Q 到了没？有，首先购物是一种乐趣，对，是肯定是几乎大家都会喜欢的乐趣。吃也是，我特别喜欢去，就出差的时候去不同的城市去吃当地不同的东西。之前踩雷了，但是踩雷也是快乐。对，所以我觉得一般我都是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不会想着去放松。因为压力很大的时候是需要解决问题的。是的。所以问题解决了之后你再去选择放松的方式。所以我一般都是在除了压力大的时候都在放松。因为人要一直，就对我来说我自己要一直保持着自己舒服的状态。这样是比较好的，就无论你用什么方式，对，就是可以找一个你喜欢的方式，就是你觉得让你能放松下来的方法，对吧？对，这个时候真的是因人。我觉得什么都可以。 对， 对，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是吃，有的时候是买，有的时候就是去路上骑自行车，也是一种换换环境。虽然前两天我耳朵要冻掉了，但是也很快乐，也很快乐，真的是。有小伙伴有哈尼问蓝色的帽子是什么样的啊？蓝色的帽子是这样子的，就是有点像，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近的啊，给大家看一下比较细节的。我现在是那个，我现在是蓝黄的近，这是蓝色的帽子，大家有看到吗？这个磊磊直接帮大家展示了，这就是蓝色的帽子的样子，这个是蓝色的，然后它跟什么。然后它跟卫衣是同面料啊，对，它是同啊，对，它跟毛衣是同面料的，这个完全是一套的，它可以当成一套的。哎，我觉得这个好看一点，蓝色好看一些吗？蓝色统一性更强一些。这个好像更看起来更舒服一点，小红帽更可爱一些。就如果我戴黄色帽子，我鞋子要选一个有一点点黄，就会有呼应的，就是那种那个叫什么泥的颜色，就是有一点赤土色嘛，土色，很南瓜色，南瓜色，那样的话看起来会比较搭。对，它会有一个上下呼应。其实像这样看起来，它就会更有就是一个套装的感觉，更有搭配感的感觉。因为你全身的颜色可能就出现两个颜色，就不要超过三个颜色嘛，就是搭配的那个标准，就尽量不要超过三个颜色。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帮帽子都帮他你们给设计好了。这身蓝色的毛衣，他们说我蓝色显嫩。所有都很好看，其实都很好看。只是因为蓝黄它其实是撞色，就如果有小伙伴这样喜欢去这样戴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有哈尼这样穿也可以，优惠券是都可以领吧？对，优惠券是都可以领的。左下角那个左下角购前领券。对，我再给大家新入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讲一下啊，就是有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大家可以点进去我们左下方的这个链接里面的，不要往下滑，第一行就是我们的购前领券，有一个60元的商品券，大家是可以领的，还有10元的店铺优惠券。这个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就是在我们的链接里面，这个购前领券是有个60元的商品券，还有这10元的店铺优惠券都是可以领的，在我们的左下角链接的最上方，大家不用往下滑或者是单独去找，只要在右上方这个链接第一行去统一领一下就可以了。
脚脖子不冷，当然不冷了、啊。我在室内，如果我出去，我肯定穿个长袜。是我们室内还行呢。他们对室内可能、嗯、现在北京是开那个暖气了，是吧？对，开暖气了。嗯，这个一定要开暖气，要不然就没节奏了。OK， 然后呢？现在有马上已经到九点了，然后在我们九点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整点的福利给到我们的哈尼们，来感谢哈尼们这一个小时来的陪伴。然后哈尼们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弹幕里面打上 DBL 团子。DBL 团子，然后由蕾蕾来截图，然后屏幕的前两位会给哈尼们送上惊喜礼品哈，然后哈尼们赶快的行动起来，可以在我们的弹幕里面打上 DBL 团子，要大写的 DBL 啊，不要说错了，因为这样小写的我们不算呢。啊，这么严格啊？对，要严格一点，都已经写好了，我们就这样、啊、要这样。啊对，大写啊，大写，大写的 DBL， 然后 DBL 发消息，好，大写大写，对，可以刷一下，对，大家可以先刷起来，然后一会儿要有磊磊来喊，然后我这边给大家截图，我也说你们全刷小写，全刷小写，一会儿他截了图是无效的，可能，对，截了图不算，对，会无效的，嗯，然后一会儿截屏，得幸运的两位小伙伴，幸运的两位哈尼的要跟我们的小妮，就是在我们的后台私信留下你的地址，然后私信我们的客服留下你的地址，我们会给大家送上惊喜的礼品。然后稍后我们可以先刷起来，大家先滚动起来，一会儿由磊磊给大家喊三二一，我这边就给大家截屏前两位的小伙伴可以。还有人发的是那个大写的 D， 小写的 B。大写的不算顺眼，一定要注意啊，是全是全大写啊，对，要大写的 DBL 团子，别弄错了，一会儿我截屏截完了之后不算数炸，你们会哭的。白截了是不是？对、嗯、OK， 这个大家可以先滚动一下，对了对了对了，聪明聪明，嗯，然后这个时间我先给大家再说一下啊，我们今天进入直播间整场是一个九折的一个折扣，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左下方的链接里面点第一行的地方可以有这个领券，然后大家可以先领券再去购买衣服，嗯，然后大家可以再继续的刷起来， okay， 刷粉，嗯，可以了，可以让我截屏了，磊磊开始，我可以磊磊喊三二一，然后小姐姐从镜头前。好好好，对、嗯，好，这个就不要怪我啊，这是他的手。好，三二一 ，OK， 看看我们是哪位幸运的小伙伴。第一位是叫什么好呢？这是我们的第一位小伙伴，会取名字，恭喜你。嗯，来，好，来看一下，嗯，真会取名。对，第一位是叫什么好呢？第二位是 Dan Holiday。对，大家好嘞，两个人，然后恭喜你们，然后得到我们惊喜的礼品，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去私信一下我们的客服，留下你们的地址哈。嗯，我等一下，真的是超级幸运啊，有磊磊喊出来的两位幸运的小伙伴。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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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OK， 大家还在继续刷，已经刷出来了，已经有两个小闪电，对，已经截好了，别犯傻了，一会儿还有，一会儿还有，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左下方的链接去领我们的这个优惠券，然后我们整个的今天的所有的衣服呢都是一个九折的优惠。OK， 还在刷，大家还在刷，大家可以，一会儿我们还有一轮，已经截完了，已经截完了，对，大家不要着急，一会儿我们还会有这个限时优惠活动，一会儿等 Q 了你们再那个，是的，等 Q 了你们再刷起来，嗯，等 Q 了你们再刷。OK， 那就先让我们的磊磊休息一下，对，我们再说实话，我现在这两件有点小热，有点热是吧？可以换一个稍微薄一点的，知道我们的衣服有多保暖吗？然后我们之前呢有在微博上征集哈尼们的问题，然后磊磊可以在小你我接着抽是吧？对，接着抽。啊、可以分享一下你喜欢的甜品吗？喜欢的甜品。我不吃甜品。不吃甜品，女生们都学着点，不吃甜品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就是我不会主动去买。哦。就如果说我工作或者说去朋友家里，朋友有买，
哦，你可能会吃一点点。我会吃，但是如果是自己的话，我不会主动去买。理解。就是，但是我又是那种，就是人家买了，我又想吃。啊、但我自己不会买，就是喜欢热的，可以想要跟大家分享。就看他们吃的好好吃，看起来好像他们吃的很香，然后我们就，哎，我也要去尝一尝，然后尝完，哎，好像是还可以，嗯，但是我就会忘记掉，哦、就不会再第二次去买。嗯，其实对，因为其实甜品，如果要是大家喜欢吃的，肯定就是一下子就能想起来我喜欢吃哪个，比如说什么红丝绒、蓝丝绒，就类似。我记得我那个2016年刚到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没有怎么去外面买过什么巧克力啊什么的、然后刚到北京，然后跟那个很多哥哥们一起训练、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选手管理、相当于是那个时候的经纪人，明白，然后给我买了一个那个巧克力糖，就是那个很脆的那个、对，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品牌，应该吃过就是那个外面是巧克力，然后里面是软糖的那种。不是，外面是巧克力，然后有那个果碎碎果，碎裂了，碎裂了。哦，被逼，我就不能说，就是大家脑补一下。对，就是、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吃，就也不是第一次吃，反正很少吃。嗯。然后我那几个月啊，狂吃，我每天就是去那个训练的时候，在边上的一个便利店，我每次都买，嗯，然后吃着吃到那个训练营结束的第一天早上，我要坐早班机回厦门，嗯，一起条就去了，就是吃太多了是吗？对，因为它那个里面很多巧克力。对，那个时候是我16岁的时候嘛，就可能平时吃的少，然后那个时候就贼喜欢吃，但是后面又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吃这种甜食了，然后。就不吃了，就没有想吃了、好吧，那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感觉到了，就是大家会疯狂的去买这个，是吗 ？OK，、然后还有一些小问题，我也替我们这个微博上面的小伙伴给问蕾蕾啊、就是《Next Level》这一首歌学会了吗？团子们可以看到你的翻跳视频吗？怎么看？《Next Level》。《Next Level》。我没跳过啊，忘了嘞。哦，就是大家问学会了吗？那不知道，那略过吧。好的。什么时候跳的？学会了，大家是有问到这个歌有没有啊、哦？对，就这个歌。怎么就我不重要？我没跳过。就是团子们可以看到你这个视频吗？这个上次演唱会没有跳舞。哦，就是。这个问题待定吧，大家可以记得一下，回头我们可以提示一下蕾蕾。如果他要是觉得哎这不错，可以再跳给大家看。但是待定啊，我只是说待定，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呢？姐你真的？怎么了？我都在骗他了。啊？结果是我被骗了，是吗？就忘了吧。啊？没有，其实，嗯，有在思考这个事情，但是。不一定跳这首歌啦，哦，就是看一下，因为现在下一场的那个时间还不完全确定嘛，所以还在准备新的一些歌单啊，然后如果我要跳舞的话，跳什么？这个需要好好想一想的。好的，那就等蕾蕾想一想，然后之后就是大家就自然而然就会知道了哈。然后那蕾蕾最近有可以给大家推荐的歌单吗？就是大家说这个听不到蕾蕾的歌，也可以听听蕾蕾喜欢的歌，有可以推荐的歌单吗？最近听的什么歌 ？Let's fall in love for the night 那首歌肯定都听过吧？因为最近我特别喜欢听。R&B New Soul 的那种感觉的，所以我就因为像我今天下午啊，就是到了酒店之后，那个酒店蛮高的，我能看到北京的夕阳，然后下面就是矮的楼，然后下面还有一条河，那应该很对。然后呢，我一到酒店，我带了音响，我一到酒店我就把音乐打开，就是那种下午放的那种歌，就是。比较舒服的，就是慢节奏的，但不是纯的纯音乐啊。对，就是那种音乐，我也说不上什么名字，因为其实我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我喜欢听《Let's Fall in Love for the Night》那首歌，然后我
自从听了一次之后，我就去每天我只听那个，嗯，那个叫什么推荐歌单哦，推荐歌单，对，然后全都是我没听过的，哦，但是音乐风格是差不多的。哦，就是你喜欢，我喜欢开盲盒。哦，理解。对，因为可能，嗯，别的一些歌可能我特别喜欢，嗯，就会循环的那种歌，嗯，最近比较少。最近喜欢循环的最多的是我的专辑的歌，嗯哼，因为每天都在审核。有什么意见吗？大家期待一下哦。这首歌有什么意见吗？哎，这个图有什么意见吗？哪里需要修改啊？这里大概是这样。明白。啊，嗯 ，OK。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问题啊，然后还想要有没有推荐的显瘦穿搭？虽然你肯定不需要了，但是我们需要，有没有可以推荐的？这一套，嗯，因为我刚刚穿的时候，大不都说我身板很薄嘛？对，就很真的是很，但是，嗯，让我先念下去。不着急，这一套很显瘦，嗯，因为。它的版型是，就是刚刚好，你懂那种刚刚好吗？嗯，就是正好在肩上，就是在你的肩的这个线，嗯，就在我的肩这个位置，嗯，没不多也不少，理解。然后上面这个地方是平的，嗯，就是有的时候健身不是容易斜方肌变大了吗？嗯，但是这个它刚好它整个都是平的，然后整个都是平的，嗯，然后它的裤子我站起来看，它的裤子其实是，确实这样看起来就很明显，是很直的。它是这样子的，嗯，它是直筒。我发现你们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平时我们公司的其他的艺人朋友啊，嗯，有穿，就是包括我们有做过他们的衣服，嗯，对吧？嗯，做过我们的演出服，可能你们的衣服都腰都非常的合身，对，因为我经常我买裤子就是腰买不到合适的裤子哦，因为要么就是裤长松紧了很多，对，裤长可以，但是腰大。嗯嗯，腰 OK， 但是裤短或者紧，确实因为腿太长了。不是，就是因为我太就不健康，不太好买裤。但是我们的其实我们的裤子在就包容性很强。对，这样的话，嗯，我觉得大家，而且它松紧的话就是可以调节嘛，嗯，然后不会觉得很紧。反正这个衣服，刚刚我试的时候，嗯，然后他们说会不会有点小，但其实我觉得。但是，嗯，这件衣服其实就是你穿上去不要驼背，对，就是要对，不要驼背，让直身体做直一点，它会看着更好看。对，嗯，然后那磊磊这么瘦，那健身计划有没有安排起来？这个是其实这个问题他们问过我很多次，嗯，之前说就是逗他们玩，嗯，就是说什么，哎呀，我练了，你们说我太壮了，不练呢又说我瘦，嗯，其实这个只是逗他们的，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我有个这个心理过程，其实我重复的想要健身并且实行它已经有两次了，并且我健身是必须要每一天练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练1到2个小时，就比如说我今天练肩膀，我就只练肩膀，我2个小时都在健身房练同一个，就是它会有效比较明显，因为我的体脂很低嘛，嗯，我之前的确那个我之前在健身房，从刚开始走到健身房第一天，嗯，去测的体脂就是3.出头，然后练了3个月，嗯，然后我的体脂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肌肉量上去了，等于说我的体脂没变化，我长了重量啊，嗯，那个时候我是112斤，长到118还是快120，嗯，但是体脂没有变化，就相当于我每天练的所有的努力，嗯，全都是纯肌肉，嗯，然后呢，只要我一天不练，我就能感受非常明显，再掉肌肉，哦，然后那一次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去，就是说就是大家看到我去训，就是练的这个状态，嗯，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当时去录一个团体的综艺嘛，嗯，然后一直在外面跑，哦，然后那个时候我特别想找，每换一个地方，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健身房，嗯，先然后有的地方是没有办法让我去健身的，嗯，然后我觉得在房间一直做俯卧撑，首先对我来说，我需要大的力量训练才有办法长肉，嗯，如果是在房间做俯卧撑，我会觉得非常枯燥，嗯，然后还会掉肌肉，然后那个时候大概录了差不多2个月左右，我就没有办法练。
然后到后面我就如果我要重新再健身的话，需要真的需要我做很多的思想准备，因为对于我来说每长一斤肉都是要练很久练好久，然后要狂吃，然后吃了之后高蛋白我吃了又容易长痘。哦，理解。对对对，其实非常痛苦的，确实就是很难很难。我看弹幕里还有说你的身材，我觉得真的就是健康就好。对，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对，就是健康最好。然后那在秋冬季节的衣服上，那蕾蕾平时是怎么平衡这个温度和风度的呢？如果我今天穿的是这个，我会在外面穿一个厚一点的大衣。厚一点大衣。就整个都能裹住的那种，就是不是那种裹着的，就是很长。哦，因为我刚刚说我很喜欢买那个长的长款。对，然后呢，首先这件衣服它是笔直的，对吧？它是笔直的衣服，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最好不要选择那个很宽的羽绒服，宽的那种大羽绒服。就是短的啊，因为它里面很长很修身，如果你外面穿个那种很大很宽的羽绒服，会显得对比非常的明显，就有点突兀。然后我觉得外面可以，我会穿一个就是长的厚的，里面比如说里面有那个翻毛的在里面。哦，明白，就贴身也很暖和，越穿越暖和的那种。的那个大衣，大厚大衣，明白。啊，就是，然后它也是笔挺的。然后我觉得温度与风度，首先我觉得首先不要冻着自己，就是温度更重要。以前我觉得风度更重要，但是你要看你今天在外面的时间有多长，是你在外面走路的时间有多长。是，如果时间你出门就打车，到了就是室内，那我就无所谓，少穿一点还好。对，这个要根据你的自己的实际情况，我自己也是这样。是的。对，那你再多来点大衣，要保暖，确实要保暖啊！每个哈尼们都要保暖，保暖最重要了。对，但是我们 DPI 的衣服就是可以做到这种，既保暖又好看喽。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其实 DPI 既好看又保暖。对，就是既好看又保暖。就是它，因为我们这一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季的套装特别多。就是不想让大家费心去搭配，但是这个风格的感觉呢，风格又特别的准确，就是做这种复古风。就像蕾蕾刚才有说，那可以大家也去选择搭一件长一点的，那其实里面直接穿一个套装，等你进到室内的时候，你把这个大外套一脱，然后里面照样很有型。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就是DPL做现在这种成套的这个，其实是降低了很多所谓的时尚的门槛。确实是。对，因为我觉得时尚这个东西就是根据喜好嘛。那很多人可能因为平时工作，或者说他自己不太想要花太多心思去研究这个衣服到底怎么搭。如果我今天去买一套，买一条裤子，买一个上衣，虽然都是可能你认为复古的元素，是，结果自己穿回来之后发现它不是一套。对。然后你应该都搭好，对，所以买一个就是套装其实是比较方便且安全的。对对，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疯狂的研究搭配呀这件事情的话，对，那我们连帽子都给搭好了，直接做出来。对，这个一套就很适合这个。对，就是这个扎染的条绒帽子。帽子，对。扎染条绒帽子也很好看。对，我就不戴了，我跟今天说头发。就是想给你们比划一下来。对。就是因为它这个帽子，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帽子都是跟衣服是匹配着做的。大家刚才蕾蕾有穿到那件蓝色的毛衣，其实那个帽子就是同面料，然后同设计，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单品的帽子，其实也可以单独搭配，然后或者是一整套，就真的可以不费心，你这一套都给你现成搭好了，直接穿着就出门了。就非常非常的好看。OK， 又到了我们半点限时的福利了，那就有请蕾蕾可以先休息一下。可以，来，可以先休息一下。我就不用看弹幕了，我觉得大家肯定在刷，蕾蕾不要走，一会儿还会回来的。休息一会儿，对，工资。稍后还会回来的。好，那丢了。对，大家可以稍等一下啊。再坐一会儿，没事，不急。然后。姐就说：“
哎，到了奶奶了，这么长的时间了，然后我就坐就大家千呼万唤呀，真的来了来了来了，来得得走，嗯，来了来了 ，OK， 然后我们刚才的半点结束已经活动已经结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选到你自己特别心仪的款式啊？不要灰心，大家可以先去领券，因为我们明天优惠力度也很大，因为明天是双十一嘛，先点点直播间关注，然后我们之后还会有很大的福利，然后能看得出磊磊平时的衣品特别在线，那磊磊也是我们品牌的好朋友，包括我们的鸽子卫衣，我看你在之前微博里面也有穿过，然后发过那个照片，特别如虎添翼是吧？对，好，如虎添翼的那一件，然后就特别感谢磊磊对我们 DBL 的喜爱。那现在磊磊可以再抽一下，就是汉子们给你留的问题吧。好的，好的。先再抽一条，真让我们今天的汉子们真的是好多福利，多说说话啊。是的呢。刚离开北京就下雪。错过初雪有何感想？我幸好走了，真的。这是什么？虽然我很喜欢雪景，嗯，但真的很冷。真的很冷，确实是。对，因为那天我还在录那个，嗯，那个一个视频嘛，就是雪落下的声音、哦、那首。然后那个时候我录完之后，本来说，嗯，我看天气预报是要下雪，第二天下雪。嗯、哦。然后结果当天晚上就下了，然后我还好提前录掉了，然后就当天晚上就发了。其实我比较感慨的是，我好像有看到就是有的团子就整理了一个我当时2017年还是2018年，然后到我今年唱那个歌，的一个不同的不是视频，就是它是做成了一个视频，然后只有我的人生，哇哦，然后我当时是晚上吃完饭、嗯、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微博嘛，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然后看到很多大家在下面感慨说、嗯、我长大了，对，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吧、嗯、我觉得今年的初雪对我来说的、嗯、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就是我看到大家听完那首歌的感受，嗯，让我很就是我自己又听了一遍，嗯，就是我也能get 到他们的那种感受，就是他们说、嗯、感觉到我就是长大了，就是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自己听也是同样的感受，嗯，所以我觉得雪景很好看，但是、嗯、有雪景，然后有意思的故事，嗯，那才是有意思的，对，当然、单纯的去拍好看的雪景你分享给别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因为那天晚上我在朋友圈就是每一个人刷屏的发雪景、啊、是吧，我就希望我那个时候就是人的确希望那个时候是在北京看雪的，但是雪景确实好看，但是那天晚上的风也是特别大是吧，对，虽然是好看但是风很大，就是很冷，其实、嗯、就是第二天就是大家可以拍拍照，当天下雪的时候真的很冷，但是确实是一个很浪漫，毕竟初雪嘛、嗯。而且那天晚上我记得我除了看到那个视频，我还看到了老狼老师发的一个视频，哦、他在雪里面纷飞了大雪、嗯、然后他在里面弹唱，弹哇哦，对，那个视频就是、嗯、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嗯、每一个音乐做音乐的人都有一个浪漫的内心、嗯、他就想在那个时候虽然很冷风大的风，但他就想在雪里唱那一首歌，这是没有办法去不可复制的一种浪漫，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和喜欢他的音乐的人都有专属于他们之间的浪漫，就像我那天看到了老师的那个视频之后，我就会想起我以前听他的歌，哦，嗯，然后可能因为我是年轻的小朋友嘛，所以我觉得喜欢我的粉丝可能在今年有一个新的我们之间的他们的感受，就是就是有一个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流的一个音乐上的一种感受，我觉得还蛮不一样的，这也是音乐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吧，他们老让我拍那个什么飘雪变装不要着急大家不要 Q 飘雪变装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以看来我们都没有冲这个了，我们在这一片海浪之外，对，我们那一波海浪都没有见到，就没有我们认识。那蕾蕾，你觉得秋冬必不可少的衣物和元素是什么呢？必不可少的衣物和元素，我觉得羊羔绒。羊羔那就是羊羔毛是吧？羊羔毛，羊羔绒，就是羊羔绒。因为包括我第一届的那个卫衣嘛，它不是里面是不是羊羔毛？它不是，但是它也是加绒的。它是加绒的。首先有的衣服是有的卫衣里面也会加，也应该是这个吧？对，就是这个羊羔绒。对，然后它就是也是类似这种。其实刚刚我上来的时候，大家以为这件衣服很简单，其实它没那么简单。它里面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穿更好看，因为它的颜色。它可以变成一个翻领。对。它其实是这样子的。它里面其实是另一种面料。它里面是完全的羊羔绒的面料，虽然它外面看起来是一个基础款的夹克啊，但是它里面其实是羊羔绒面料，是不是很保暖 ？Yes， 这样翻出来还挺有层次感的。因为其实它就是，可能大家说这个衣服可能看起来很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嘛，但其实我觉得这一套应该更适合搭我们上套的那个。条绒的套装，也是可以搭配。它的颜色跟上一套是很像，这个绒的是同色系的，对，所以主要是这一套呢，其实它可以反着穿嘛，它可以把它反过来穿，然后里面这件不行吗？这件不是下一件，这件不能反着穿，这件不能反着穿，但是如果你喜欢反着穿，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应该也是个挺可爱的。什么地方？失误了，没有关系，没关系。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件，那一件也是羊羔绒。对，因为这两个都是羊羔绒，可以推荐一下。但是不是也差不多都是可以反着穿的呀？其实这一件如果想也可以。对，如果要想要反着穿也是 OK 的。对不起，不用抱怨了。只不过系不上拉链而已。但是这一件是可以反着穿。这个好暖和。对，这个外面还是皮的，这个是重工的一件。我比较喜欢这件，这一套感觉更搭一些。对，它跟粉紫色嘛，因为是粉和紫的。因为它这粉紫色，而且它是那种穿起来感觉就是我可以开着那种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机能跑车，然后去参加一个派对啊之类的。因为最近我在看的电影。就有类似这种情节，就是也是那种七八十年代的一个故事背景，然后他们穿的都是类似这种，对，机车，而且那会儿特别流行就是牛仔裤，然后牛仔裤加上喇叭裤，对，带一点飞打的设计的，可能那会儿都，我觉得可能跟那个时候的，就是大家可能想要好看，但是平时那个时候可能又。需要走很多的路，为了保暖啊，对，或者这些的，既要保暖又要好看。对，可能在现在，可能大家都暖气啊什么的都越来越多了嘛，所以出去还是要穿一些保暖。是的，是的。其实这一款就是你应该穿上就能感觉到，对对对，因为它外面又是皮的，我就感觉很防风，超防风。这个应该就是骑机车就是要防风嘛，对吧？对在那个如果要引入到那个年代的话，就是骑机车一定要很防风，然后它里面全羊羔毛的，是的羊羔绒的一个设计。然后搭配了里面的这个，我们这一件是一个草色 T， 大家应该能看到它是紫色的一个草色 T， 然后还有草色 T， 就是它相当于它是有一点杂色。它是有一点，就是磨白的那种感觉，对，就是复旧的感觉，对，复旧复古的一个草色 T， 然后搭配了一条飞喇的牛仔裤。其实七八十年代的元素里面，就是牛仔裤这种喇叭裤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不可或缺的元素。其实这样的牛仔裤，我觉得有很就是很友好啊，就是对于小个子女生来说，或者对大多数女生来说，它很显腿长。是的，因为它是上面有一点小紧的，嗯，然后到。裤腿的时候，它是扩开的嘛？对。然后你里面还可以穿的很高的鞋。对，就像我这样可以塞很多增高鞋条，像我这种穿的很高的鞋。对。
对，然后它上面还可以挡住。对，因为它是有很有延伸感的，再加上它这种 X 型的设计，其实这个喇叭裤就是 X 型嘛，它这种会让你延伸感看着更强，就很好看。就是而且这种搭配的感觉，就是能一秒带你回到复古年代。看，说我太贵了，毕竟做艺人也这么多年了，穿的衣服应该搭配试了很多很多的衣服了。对，也就是之前去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来 DBL 这边试衣服，然后那个时候还跟一个姐姐讨论说，哎，我们可以一起设计一个衣服出来。哦，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接触了很多很多衣服，包括就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潮流的一个新的更新换代嘛，每一年流行的元素、流行的颜色都不一样。然后每一年我们因为做这个职业，每一年你都会穿上不同的新的元素的东西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接受度要很广，接触的东西也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自己做艺人就是潜移默化所学来学到的。所以我觉得工作就是还是要对我来说就是还是要有一些收获，对吧？就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可以帮大家搭配，对，如果我可以帮大家搭配衣服，但是我觉得做服装设计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要学。如果真的要做的话，是要。如果我真的想去做的话，那我可能还要再去学新的东西。嗯，现在呢，我觉得对我来说的兴趣爱好就是穿不一样的风格的东西。而且也能给，确实金泰伟有给到很多大家的搭配建议，我觉得还真的是都是非常好。比如说毛衣啊，底下穿一个长筒靴啊，都既保暖又好穿，然后又很好搭配。然后比如说那有一些夹克的风格，然后你去搭配一些这种喇叭裤啊，或者它就可以帮告诉大家你这样穿会显得腿更长，显得比例更好。其实这些小方法真的非常实用，对女生来说就是非常的，就是你真的可以拿出来这样穿，真的很 OK， 真的是很实用的建议。为什么他们叫我什么叫姐姐，这些人都是比我年纪小吧。年纪都比我小吧。大家怎么突然刷起来这个？因为我刚刚叫，我刚刚说跟去年来 DBL 的时候，跟那个姐姐说什么想试试看。哦，在他们在这个地方自己做做看。好吧，因为那会儿那个洛洛她也有来做过嘛。哦，对，姐姐，我们是同龄人。同龄人还叫姐姐？同龄的就没有比我大的。还是我1999年1月1日的。除非你比我。除非你是早几个小时。早几个小时。OK， 那我们那就可以，现在马上就要到整点了，整点的时候我们还会有整点的福利，就是在我们就开启了我们第二轮的截屏抽奖，一会儿大家可以刷 DBL 大麦，然后由磊磊这边喊倒数的321，我这边来截屏，然后整点的时候我们会整点时候也会给其中的两位前两位送上我们的惊喜礼品啊，喊你们赶快行动起来，刷 DBL 大麦，记得是大写哦，我们是大写，重申一下，对，大家可以在弹幕底下刷出来 DBL 大麦，然后稍后磊磊会在直播间倒数，然后我这边截屏，前两位的小伙伴会得到惊喜的礼品，大家可以先刷出来啊，整点的时候这个活动是正式开始的哈，大家可以先刷起来。DBL 大麦。是的。还在叫姐姐呢，我天哪。过不去了，过不去。大家可以再继续刷起来这个 DBL 大麦，然后你有可能就成为那个幸运的小伙伴。一会儿是由磊磊来喊，然后我这边来截屏，截到了前两位小伙伴，就是可以得到我们给他你们送出的惊喜的礼品哦。在整点的时候，我们这活动正式开始，大家可以先滚动起来。他们真不满。把我当外人，在这屏幕上疯狂刷自己的年龄，都要来比大小是吗？大家可以先刷起来，那我们稍后就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在，大家可以先刷一会儿啊，然后我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稍等，就是蕾蕾就可以喊一下倒数的三二一五。太突然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五七三。刷到了，刷到了，先看看是哪两位小伙伴，先给大家读一下。这什么？苏叶舞。苏卫那个吗？是这个吧？是这个歌。苏卫舞那个。苏叶舞第一位小伙伴，苏叶舞第二位。月亮炸的吧？月亮那个，大家的名字都好好听哦。你们的月亮才炸了呢。大家的名字都好好听啊！这恭喜两位小伙伴，你们可以得到我们送出的惊喜礼品。嗯、第一位是苏叶舞，第二位是月亮炸的吧？恭喜，如此正经的，说出来的这个名字，多少还有点不习惯。第一位抽到幸运福利的小伙伴，第一位叫苏伟武，苏叶武，第二位叫苏伟武，月亮炸了吧？月亮炸了吧？这两位小伙伴你们在吗？记得私信一下客服。在吗？卡吗？不卡了，大家在笑呢，我估计大家在后面已经笑疯了。然后大家记得要私信一下我们的客服啊，留下你的地址。要私信我们的客服啊，留下地址。OK， 然后刚才在弹幕中有看到很多哈尼们想要跟蕾蕾问的问题啊，然后我们也在微博上有做一些征集嘛，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蕾蕾，就在穿衣理念和就是在穿衣理念上和你会最喜欢哪种风格？风格吗？对，我最喜欢的风格是他们最不喜欢的风格。啥风格？商务风。商务风。大家一个，就商务风吧。因为商务风可以，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吗？冬天穿商务风可以无限叠加。哦。因为商务风的衣服都比较薄。都很贴身一点。都比较薄，比如说大衣也就这么点点。啊、嗯。然后衬衫也这么点点。嗯。然后呢，衬衫外面再套一个针织衫。嗯。就这么点点。就是薄薄的。然后里面我再穿个这么点点的秋衣，嗯，就可以穿很多件。又很薄暖。又很有层次。嗯。然后又很笔挺，哦，又还是看起来很。因为我自己的话，可能觉得我自己身材可能因为太瘦嘛，嗯，所以穿一些比较层叠的，嗯，然后比较挺的衣服，嗯，会比较衬我自己的身材，嗯，当然他们可能觉得我适合穿刚刚那种就是背带裤啊什么的，哦，对，但是我觉得我穿上那个我就要去钓鱼，大家现在开始叫上赵总裁，大家真的是。但是我觉得，嗯，最近有在穿别的风格了，也不只是那个风格。对，嗯，就相对来说比较喜欢这一种。对，嗯 ，OK， 那蕾蕾会打算小红书上可以多多分享日常穿搭和 OOTD 吗？嗯 ，OOTD， 嗯，我最近有在拍，嗯，但是我觉得我拍的不够好，就我感觉我自己拍的都有点丑。蕾蕾还是对自己有很多要求，因为我觉得发出去的东西就是，还是至少要先过自己这一关吧。嗯嗯嗯，是的。那还是给粉丝问蕾蕾，那生日是打算怎么过呢？哎呀，今年又要大一岁了，时间真快啊！生日打算怎么过啊？对，生日打算怎么过？这个是我们在微博上征集的。生日打算怎么过？你想好了，嗯，我觉得平平淡淡的过吧。平平淡淡过。对，就是嗯，大家记得我的生日就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是的，真的是我。不要好暖心，弄得就是阵仗那么大的，我觉得嗯，我也不一定能看得见。嗯，说实话，嗯，我可能有的时候微博上能看见。嗯，但是花那么多钱去做这些，就是可能想要让我看到的一些，嗯，那个什么，就很多的那个地铁啊，就我能理解大家喜欢我，他们想为我做这些事情，嗯，但是我觉得
今年生日限量专辑。大家听到了吗？雷只是说专辑哦，找我的 Q 一下下，但是那我就提前希望雷雷过一个很开心的生日。对，我觉得以前我特别期待生日的那个那个仪式感。明白。因为到后面我突然悟了。悟了。我小时候生日的时候花100块钱去吃跟同学们一起吃去吃汉堡。啊、嗯。然后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吃个汉堡，吃完汉堡然后去海边散步聊天。哦，也很快乐，也很开心。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想怎么为我庆生呢，我觉得根据大家自己的意愿，但是能被记住生日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很幸福的事情。对，是的。 OK， 那蕾蕾最近有 vlog 吗？有拍 vlog 吗？我打算，哎，暂时不能说。但是有拍有拍，过两天会发一个，会发一个。哦。然后明天要去拍一个。那就是先。但是不能说。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有的有的，什么时候有，大家等待一下，不要着急。但是不能说。是的，不要着急，不然明天就拍不了了。但是是有的。不然明天就拍不了了。那蕾蕾最近有什么有盖的什么时尚的新的时尚单品吗？就是你觉得，哎，你最近觉得，哎，这个挺好，就是时尚单品，就是一件单品。我之前有一阵子有买过领带，但是我发现买的不够多，所以不好搭。就是最近我说实话，最近我什么都没。除了 DBL 送我的衣服。是的，因为有了 DBL 之后觉得不需要别的了呢。就觉得很好穿。首先因为 DBL 有送我衣服嘛，嗯，所以有的时候都就不用买啊。对啊，对吧，然后自己时尚单品的话，我觉得就是今天可能去看见了一个什么好看的耳饰啊，首饰啊，小戒指啊，手套啊，发带啊，这种之类的，就是可能会买一买。理解。因为我觉得我刚才还是说衣服还是要实穿。对。就不要让你觉得说我这衣服就穿了一两次。然后就很浪费。是的，既实穿又反大。所以我最近开始有点断舍离的那种心态。哇哦。但是有了一点。但是就是对，就是到了就到了双十一嘛，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该去买一点什么生活用品啊，这些可以囤一囤。对，加购在我们左下角的链接，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OK， 那就蕾蕾再休息片刻，然后可以先休息一会儿，然后一会儿再邀请你回到直播间。我们后面还会跟蕾蕾玩的一些小游戏，大家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可以稍等哈。好，休息一下，加油啊！纸给我。哦，就是这个。哦，是吗？哦，是。他们抢下来了，这样的。OK。T 恤。想要蕾蕾可以展示一下里面的炒色 T 恤。嗯。哈尼们想看一下。只要是蕾蕾穿的，哈尼们都喜欢。你们。好好看，这个。怎么能聊天？你让我只穿这一件。这个。算了，这个很短。然后大家。再不出来啊！我刚刚看了一下，他们说要睡着了，不准睡。是的呢。我才几点？对呢，不要着急，因为我们现在蕾蕾回来了，我们稍后的话可以跟蕾蕾玩一个小游戏。Okay. 然后可以把这个。放这儿吧，没关系。会不会？不能。什么小游戏？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第一个游戏，我们是一个三连拍。三连拍啊？对，三连拍。那我这样吧，稍等一下，你要拍吗？好，我拍啊。这个是我们一个三连拍的一个小游戏啊，然后 <Okay. S 2> 大家起的 ，OK， 开始，一、二，二还没二，这个二，对，那我就认真的穿上，二 ，OK，
三，这是祝大家下单愉快的意思吗？下单愉快，下单愉快，下单愉快。OK， 坐。你刚刚真的，我在边上听，他嘴巴都没有停过，给你喝口水。我还可以，我那边有的，嗯，你喝。然后就是，那就到我们第二个游戏环节，大家一定很期待的。休息一下，你也喝点水，没关系，我没有那么急。好的，我就是一个说话速度，就这个。多喝点水，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开始第二个小游戏。是的。我好奇大家双十一都买了些什么？你们双十一买了什么？大家都买了什么？大家买了很多很多一点的衣服，是不是？是的。嗯，没毛病。大家说 ，DBR 还招员工吗？我不知道哎，太羡慕我们了，是不是？确实是非常的，基本都在这里囤冬装了。好，真的就在这里囤冬装。嗯。有人问这是哪个帅哥？你好，你好，你好，初次见面，我叫赵磊，现在就喜欢唱歌，偶尔自己写写歌，马上专辑要发了。关注一下，如果你还记得就赵磊这个名字。然后先点点关注啊，刚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可以先关注点一点，然后也点一下收藏的我们直播的，就今天晚上我们会有很多优惠力度很大的一个活动嘛。嗯。大家可以先领一下我们链接里面的券，第一行的位置可以先去领一下券。嗯。好的。对，然后别忘了点点关注和赞。OK， 休息一下。别说，想买蕾蕾，我是用钱衡量的吗？我是用钱可以衡量的吗？我是个东西吗？评论区的小伙伴们，真是可以开始。OK， 那我们就要进入了我们第二个游戏，这个肯定特别好玩，这个是我们的快问快答环节。好的。OK， 然后，第一个问题，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是哪一首？这个就是刚刚你问了我那个问题，然后那个说我说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是每日推荐。对 ，OK。然后我们今天那个两件毛衣，黄色还是蓝色 ？OK。然后运动还是睡觉？睡觉。用三个形容词形容你的性格。三个词。对。快乐简单。简单快乐。这是四个词。然后第五个，作为全能艺人最想要挑战什么？什么？作为全能艺人最想要挑战什么？挑战未知的领域。OK。然后不工作的时候会花多久的时间来搭配衣服？看心情。渔夫帽还是棒球帽？棒球帽。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会戳中你的笑点？这就笑了是吗？懂，给自己的颜值打多少分？十分制。对，负十分。哇，对，就是一片惊呼。你现在拥有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最宝贵的东西啊，我觉得我拥有最宝贵的东西是我自己。OK， 聊天最喜欢用什么表情？不太发表情。知识还是留言？不要留言。作为艺人经常飞来飞去，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城市？当然是北京和上海。然后最想要尝试的极限运动是什么呢？最近想滑雪。口头禅是什么？真假。一般几点睡觉？看心情。套装还是单件？套单。我
懵了，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穿衣风格。随性。最想做又不敢做的是什么？旷工。开完演唱会有什么感受？啊？开完演唱会有什么感受？没开够。现阶段最想要什么东西？无欲无求。无欲无求。喜欢什么颜色？蓝色。想拥有什么超能力？瞬移。出门必备的单品是什么？太带的手机、okay. 嗯、啊，没毛病。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胖乎乎的蕾蕾？随缘吧，这个真的穷。这个是终极的大家的问题。OK， 会用自己的表情包吗？不会不会。嗯，最不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榴莲。觉得自己是不是典型的摩羯座？不算是又算是。假设啊，没事没事。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不太像摩羯座。好好、嗯。但是呢，我做工作又有点像摩羯座。明白。不懂。嗯。假设你在一个荒岛上只能带一件东西，你会选择带什么？什么？假设你到了一个荒岛上只能带一件东西，你选择带什么？带 DBL。掌声。你是属于感性还是理性？带 DBL。啊。你属于感性还是理性？我属于理感。OK， 结束了，三十个问题，超棒。OK。有人说实话实说，厉害厉害。又是。实话实说，就是石头的石嘛。哦。大家一定是看得特别的开心哈，嗯，然后就是可不可以请蕾蕾给我们我们的哈尼们推荐一下你比较喜欢的哪件单品，就是比如说哪一件套装或者你更喜欢的。其实我目前到现在，嗯，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套。嗯、第一套 ，OK。嗯，这个不同颜色。这个是黑色，黑色的款式，对，黑色的，黑色的可以拿下。其实黑色蛮酷的，嗯、黑色是如果我先看到黑色，嗯，如果就是我会选择，你会选择黑色，对、哦、对，如果我看到绿色和黑色放在一起，我肯定是选黑色，哦，但是绿色穿上去呢，我会选绿色，嗯、对，可以。这个是你为喊你们推荐的，你会比较喜欢的一套，是不是？嗯嗯，那还有其他的款式吗？还有就是那个蓝色毛衣，蓝色毛衣今日最佳 哦, 哦，我看上毛衣，那个蓝色毛衣上毛衣是我最喜欢的单件之一哦，单件没有单品 ，OK 对单品，应该是我们哈尼们很多都入了这件蓝色毛衣，嗯，这是入因为这件蛮就是真的是不扎人又舒服，而且很保暖，嗯，这而且版型又好又好。又衬的皮肤很白，所以我觉得这件非常的百搭，嗯，对，就很百搭，因为它无论搭什么裤子、什么鞋子，只要是看着舒服，并且就只要搭出来不难看，嗯，它都好看。是，但是它这个没错，说的非常好。但是这个我可以给大家离近一点的看一下啊，这个上链接，上链接中，上链接上上过了，上过了。hold 住全场。他们说也喜欢这件，的确，对这件真的特别好看，蛮好看。嗯，这件它有两个颜色哈、嗯。你们如果觉得它长，就问你们就买 S 的，对 S 吗？有 S， 有的有的有 S 啊，有买 S 的、嗯，我觉得 S 还是对 X S 是还有 XS 的，对 XS， 我刚刚那个是 M。对 M， 那你们还是买 XS 或者 S 吧。对，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很长。对 ，XS 其实更适合女生一些。对，因为这个毛衣它的版型要大一点，然后它也是有点偏长的。然后还有第二套就是蓝色毛衣。对对对 OK， 对对对嗯 ，OK， 这是最喜欢的两套。是的。
那祝大家双十一快乐。嗯，然后今天晚上非常的开心，蕾蕾能来到我们 DBL 的直播间啊，特别感谢蕾蕾的陪伴。然后还你们可以在弹幕中分享出直播出最喜欢的 log。对，然后在购买上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小妮。然后那就非常感谢蕾蕾。好的，辛苦了，辛苦了。超棒，早点回去 OK 休息。大家都在呼唤，送给他， okay. 我们会送给他的。然后 OK 啊，我们的直播还在持续，还可以继续观看，我们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和福利给你们。但是赵磊先下班，拜拜。